错，泳装展示的是二号选手李瑶。二号选手李瑶是一个出生在冰城哈尔滨的姑娘，她却有着1/8的印度血统，爱好美术和舞蹈。她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设计师。掌声送给二号选手李瑶。孙宇，七号选手孙宇就读于浙江传媒学院，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掌声送给七号选手孙宇。是19号选手秦顺，秦顺出生在四川省，他喜欢爬山、唱歌，最喜欢的一句话是：成功属于努力和有准备的人。掌声送给秦顺。24号选手齐芳，身高174公分，江西赛区冠军。他最大的愿望是能让周围所有的人因他而快乐。掌声送给24号选手齐芳。25号选手汤小丹是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学生，他的专业是影视表演，最崇拜的人是他的父母。掌声送给汤小丹。27号选手张帅就读于黑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，山羊座的张帅最喜欢的人生格言是阳光总在风雨后。掌声送给张帅。29号选手罗英，身高174公分，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成都学院，他最拿手的才艺是唱歌。掌声送给罗英。30号选手高英慧，黑龙江赛区冠军，
他就读于黑龙江大学，性格开朗大方，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企业家。掌声送给高英慧。选手罗旭，身高176公分，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，主修播音主持，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优秀的电视新闻主播。掌声送给31号选手罗旭。选手景丽，身高178公分，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。金牛座的景丽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永不言败。掌声送给景丽。35号选手吴文元，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剧学校，他爱好舞蹈，最崇拜的人是他自己的母亲。掌声送给吴文元。选手勾沙，身高178公分，现在是湖南师范大学服饰艺术设计与表演专业的学生，他最崇拜的人是他的父母。选手仲婉婷，就读于大连模特艺术学院。狮子座的仲婉婷非常喜欢舞蹈和体育，最喜欢的城市是法国巴黎。李丹，身高178公分，是北京服装学院的一名学生。他最难忘的事情是坐 F1 方程式的 F1 赛车宝贝。
43号选手张家彤，身高177公分，曾获得第12届世界旅游小姐年度皇后大赛东北赛区的形象大使。41号选手邹鑫，身高180公分，就读于北京服装学院，主修服装设计与表演，他最大的愿望是家人健康。王芳菲，身高184公分，来自于首都北京，她最拿手的才艺是唱歌。选手卞纯秀，身高178公分，出生在四川省，现就读于陕西服装艺术学院，他最崇拜的人是自己的妈妈。选手赵平倩，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设计的本科在读生，她出生在辽宁鞍山市，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服装设计师。选手庞丽媛，身高182公分，是一名主修模特专业的学生，最喜欢的格言是风筝能飞到最高点是因为有逆风相送。